杀人界一层，我操，优势巨，劣势巨大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的妈呀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主播。悲伤的情绪，兄弟们，凌晨十二点已经过了，都准备 emo 了。你给我看这个，什么有内幕？兄弟们，玩得好就是内幕，玩得好就是有托，是吧？操！这就叫什么，兄弟们？赌场得意，赌场得意。然后另一个是啥来着？我操，到嘴边有点忘了。十二点，脑容量已经不够用了。赌场得意，职场不得意。职场失意。游走于刀剑之上。翻译一下，兄弟们，弹幕组翻译一下，刚才主播想说啥来着？忘了。这给我抓的，我操！感觉到要被针对，狠狠的针对。Q 多 W 挂上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不是你，我大晚上的两点半，妈蚂蚁上还有这桌，还有这一蚂蚁，我操！我真的服了，兄弟们。本来被抓就烦。玩不了一点，无处可藏。玩不了一点，怎么好像我被绑定了？在干嘛？妈，五分钟三次啊！你行不行啊？这小丑是真小丑，怎么没六级就有大呀？那四级就有大是吗？龙那边过来的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给我狠狠的针对，主播会告诉你完全没用。我从不妥协。五块钱多的就不要了，多的吃不了。金达拉就在这里。只有
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哥，拿我刷上钱了，100了是吧？怎么这么小丑啊？呀哟，找人抓了我一整把，上来就拿开大刷钱，你以为只有你会？哥们，我发育飞快。是不是以为我没蓝回去了？哈哈！哎，玩的就是细节，兄弟，双面发育，你喜欢偷发育，我比你更会。吃个河蟹，吃点果实，再吃个河蟹，然后这时候他知道我毙了，抓紧推线，推完线我再塔下吃塔刀。然而哟，兄弟们，主播太会了。哎，哥，我在。速战速决吧。干嘛呢？这不属于在我兜里抢钱吗？这是。然后炮车先正好回家，兄弟们，我完全不亏呢。这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发育的比我快，就100块，我直接多你10个刀，有一半有4个刀是的核心。这就是细节，兄弟们，不可能亏的。哥，他 TP 了，赶紧跑！我从不妥协。怎么不慌？W 破他新攻，只要把他新攻破了，后面随便中。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小丑抓了我多少次，一次都没死，这就是主播的反 gank 啊！玩好刺客一定要注意反 gank， 因为你是一个刺客，你是一个前中期的英雄，你英雄被 counter 了。这时候你还被针对，你还死了几次，少了对面的等级，那这时候就你就乏力了，兄弟们。你是一个前中期的英雄，你前中期又被限制成这样。我们现在是正常发育，现在我们没问题，一会儿还有机会 C 啊。如果你反感和一抓一死，英雄又被 counter， 其他人又不给你抓的机会，那很难玩。纯被动，这是真的。快推线！翻墙，接二段。放个针啊，帮着看一下辛德拉的位置。嗯，豹女扛塔扛死了。这波怎么好像不赚呢？我操！我拿两个助攻，他拿两个人头，这不是不赚的，这是亏麻了。真是可怜。还行，
让他可以波兵，不然他真的太舒服了。哎呦，小丑又来了！这哥们儿人头，我刚刚要死了几次，这人头可能很多。他抓我这么多次，我都没死，但是他还是有四个。了，多糟了！没记错的话 AD 没闪，哎呀，这个是新皮肤吗？怎么好久没见过啊？哎呦我操，这被限制麻了，杀不了啊。无处可藏，这把我们是妥妥的被限制住了，对线一直被抓，虽然稳住了，但游走我们也拿的是助攻，现在就真纯靠补刀。我那两个助攻还不如我刚才游走啊，亏掉那一两波兵。不要妨碍我，二段 W 压起身，啊，玩的就是预判。哪个人能杀呢？对面还很稳，关键找不到突破口。这是来磨练我的意志。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多少钱？好像是85，看到那个数字。我从不妥协。这是盒子啊，扭一下。哎呀，逼个闪，飞他！哎呀，想杀人，小丑！怎么这游戏有三个小丑啊？一瞬间完了四个，他们活不长。W 给压力，他要躲技能只能往后退，那这塔就 A 掉了，完美。哥，我发育有点不良了，我就下路了。炮炮车没了，没注意。又来了是吧？赶紧跑！丑又来了。哎呦，你真的是。他好执着啊，这小丑真的好执着。你在直播间你扣个一，一会在我面前亮个表情，
妈呀，我怎么正常人玩游戏会这么玩吗？要么他俩就双排的，要么过来，对啊，遇逮到了认出来了。那我觉得我不会死帮一个路人这么玩。如果对啊，按这版本的节奏来说，他应该死帮下路，死抓中的还是近期对吧？第一次进，但关键我的反感可也无敌。主播一次没死，被抓了这么多次还004，关键一直拿助攻，这个很伤。要是拿的四个助攻都是人头的话，对吧？主播这把值点什么成就？无敌防 gank， 防完 gank 还 C。但没事，现在我还能塞。说实话，不就是英雄 counter 加上被针对，加上拿着游走都拿着助攻吗？我没事啊，兄弟们。越说越气。有问题。服了，真服了。哥，这一塔是我 OK， 你懂，你很懂。来放先锋，他们活不长了，直接放兄弟。哎呦哎呦，来了来了，玩不了一点。真玩不了一点。没事，啊，这就是咱们能学到的东西，兄弟们。有观众从开局看到现在了吗？有的扣一。有没有算到？这就算从开局看到现在啊，算他抓了我几次，但是我一次没死，并且19分钟180刀，还抓了4个人，抓了四个人，对吧？你抓人你得漏点兵吧？你算一算，兄弟们，你算一算，又防了这么多 gank， 又时间跟着补刀走。我们还拿了4个助攻，这要是在赛场上，兄弟们，主播都得直接 MVP。何董，我都直接 MVP 那种。不，大伙都睡着了是吧，兄弟们？还有人吗？没人我关了。一个能没一个能熬的都没有，就跟你们说了，兄弟，别加班，别加班，加班到这个时间点，又都睡着了。只有少光。要不走，要不走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是狗吧？这上单，本来能杀的，我操！龙脑子瓦特了。哇，这上单真的有点狗啊！哇，这上单真的有点狗 ，W 传送接过来，没拉到吗？
不、哦、，nice， 打死了兄弟。nice 啊！我操！我们三个兄弟合力，真的合力，这波合作真的不错。哇，这一波真的，我和乌鸦两个人残血，兄弟们在那里一直风筝。最后，对啊，我再上去补一刀，打野先死了，补一刀，剩几十滴血 ，AD 一个平 A 直接收下，这个很无敌啊。这波配合我很满意，赶紧跑啊兄弟，别送，速战速决吧。这波配合有点狠，哎，原地跳是什么鬼？游走刀尖之上，给我限制住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现在我推上，我推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上高地，高地不是那么容易随便上的。二塔的话就好一点。他们活不长了。然后二塔还有这个位置可以打，那高地对吧？直接得没退路，还不好进。打到过去，一个平 A， 一个 W 啊，再一个平 A， 再一个 AQA。拿不到人头，走啊！怎么乌鸦大都没用就死了？这小丑爆发很高吗？哎呦，最后一把居然是这种。Hello， 我在。这么巧。啊，你还上来？这就这个眼我为什么不 A 兄弟们，把自己藏住对吧，各种扫描绕到所有的视野，叫让他逼出一个死亡闪现，你要提前是忍不了这个睁眼，你排了，把这个眼你排了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可能一个人头都杀不了，还你还要被反杀，因为他已经开始防备你了。试问酒家何处有送的超本卡，还差钱。
哎呦，怎么这么麻烦？我这差点钱要跑多少套？只有傻瓜。上路的线也是过去了，应该得有个人过来吃兵，我们这边就可以先占位置。哎呀，再买一个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哈喽，这么巧。拿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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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小龙拿完来拿大龙。下路的线是推过去的，不要去，不要让对面发现乌鸦在下路吃线，大龙直接去打，没人做视野。我们造出小丑，小丑在哪 ？W， 人在这，抬个夹子，毫无意义。哪都没去嘛，小丑，这就这样了。这把是在打比赛吗？我想知道。妈呀，稳又都这么稳，针对又就这么针对。哎，让这个龙，再让这个兵 poke 一下，打几下这个塔就没了。好像能杀的锤石可以杀一下，锤石现在在那里那个位置等，翻过去逼他个虚弱吧。我还需要一个塞瑞尔达怨恨，是不是毙了？这把好稳。但我觉得这把我还可以争取一下 MVP。没开玩笑。我以为他们要打起来，断这波线也可以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啊！完了，打破僵局了。我还好，我还好，我来了，兄弟们。那波兵我都不要，来了就是要保人，我都怕我多吃一个兵，这边就死了。没人管我吗？对，我推塔不慢的，攻击力挺高的。真的不管我吗？给你加彩了，不管人。你们赢了是吧？啊，你们赢了，我咋不信呢？哎，你们赢了。
Q 带躲，一个平 A 走了，很无奈，四个人死了，就是一个男刀死不了。今天我就把这条命保留下来。我操，主播的反感和啊，主播的决策啊。哦，有傻瓜，好像可以偷家了哦，兄弟们，你们去小龙，他家没了。他家没了，赶紧去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哦吼，我操，不管我是吧，你当我是什么啊？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啊，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抓我抓我，喜欢抓，喜欢抓，就这 A 闪闪现一个平 A， 就这，我还是个王者回城，我就说怎么了，我操，还真是我 MVP， 兄弟们，我的妈呀！